教你拨一拨，啊，拨一拨，对，拨一拨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都不知道。给他收起来之类的。他常常，我就跟他喂，他就很忙，知道吗？嗯，让他收东西。嗯，爱收东西。哎，煮好了吗？我收拾。我看看。豆腐好了吗？豆腐好。先吃。现在吃什么？他嘴巴里还有东西。他现在很忙嘞。南瓜哦。南瓜好不好吃？啊，平常你很喜欢吃的、南瓜哦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平常很喜欢吃的，他好像比以前有主张过了。有啊，就是意识比较清楚。他刚刚有点像在讲。是很确定他到底要讲什么。通常这时候呢，就是猜一猜，对，猜一猜，然后他们越讲的时候，所以声音听起来像熊洪亮啊，这东西要收起来吗？是不是，婆婆？你是说碗要收好，是吗？还是要盖盖子？哦，要收起来，是。好，嘴巴还有吗？啊，嗯，不错哎。这个可以吗？我刚请他去选最嫩的，最软的。可以，就吃中间。不要吃皮就是。对，那个皮可能咬不烂。中间，茄子肉。我们等一下吃茄子哦。给你看啦、等一下啦。等一下马上就好。等一下拍好再给你看啦。好了。来吃了吃了。吃茄子来。好的。吃茄子啊。水哦，宝宝，嘴巴，他们吃茄子。我妈其实她蛮身材，她蛮喜欢吃茄子。这个是茄子，茄子妈妈。这个茄子。韭。懂了。黑瓜有没有事？啊。有没有黑瓜？哎呀。不吃我吃了，好吧？按摩，好吧？嘴巴吃完没？看，嘴巴吃完，来，试试看。有好巴士，不要讲话，
最后一口，最后一个，这个给我先拿着，好，我拿走了，好，对，等一下要收起来，好，收好了，好，那你先吃，吃完一起收，好，吃完一起收，来，收起来，好，还是要收，好，收了哈。就慢慢假装再收好了，收收，哎，收好了，收好来，然后那个水先不倒，等一下给他刷刷好，让他喝，要喝水吗？可以了拿，可以了，哦，谢谢，我看看吃完了没？还有一点点，哦，还有一口，拨一拨，把拨一拨，吃下吞一吞。吞一吞，等一下我们刷刷牙，好，吃完了要刷牙，刷刷牙了哈，刷刷牙了哈，那是桶，真的是吃完了吗？看看，有吞了吗？看看，结掉了，结掉了，原则上这样。这样就很好了。OK， 然后只是那个，南瓜跟茄子过水的时候啊，水要记得沥干。嗯，对，就有时候他们比较会水会吸在一起。等等等等等等，吸在一起不是不更比较软吗？可是太多水太多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有含水，嗯，它原本就有点酱啊汤啊这样。你要放在嘴巴里面喝吗？是不是妈妈？喝水。要不要喝水？你要喝点水吗？所以这个不吃了。嗯，那个，老师你要不吃？不对，你可以带回去，然后给他分几次点心吃。不用，谢谢。然后他如果住在家里，我就可以分几次点心。哦，他住在那里就比较不方便。就有一只蚊子那样子吃那个，吃那个，香啊，水果香啊。你要这个吗？芋头的啊，芋头的回去吃好吗？再回去吃好吗？回去再给你吃好了啊，回去吃啊。还有牙刷吗？牙刷在这。借我，我帮你刷刷牙。嗯，这个带回去吃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吗？我记得这个是芋头，你爱吃芋头是不是？那这看还蛮清楚的，我们从这看得到的照出来的。嘴巴要吞一吞呢。哎呀，糟糕，臭过。吞一吞呢，好了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，要擦嘴巴喽。吞完要擦嘴巴喽。这个就不要了。把它擦一擦，宝宝，宝宝，哦，看看，看看，然后那个回去就比照办理这样子 ，OK。没办法，那现在。怎么样？要收起来啊，收起来，对不对？收起来吗？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好哦，帮我收起来，收起来。你怕你丢掉吗？
擦，我咕嘟咕嘟就拔起掉了。嗯。哦。那这个也放在这儿，一起带回去啊。一起带回去了哈。一起带走了。像这种东西它可以吃吗？原则上可以啊，就也是跟刚刚一样。那、如果真的太硬了，你就把它稍微压一下，把它压小。该走了，妈妈，我收收东西，收东西。啊，它茄子啊，茄子吞一半而已。对，回去的时候。真、的，那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就把它。看看你怎么处理。就吃完的时候，你就帮它捞一捞，然后看看旁边有没有。捞捞看旁边有没有。那、如果有的话，就把它捞出来。还有哎。哎呀。还有哦，对呀、还有哎。那卫生纸把它擦干净，好不好？卫生纸对上。哎呀。哎呦，还有哎，擦干净喽。对，擦干净喽。最后那一口，急着要看你在床上。这样就最后再给他捞一下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你的，就帮他看一下，捞一捞。还有啊，来给你。喝水啊，喝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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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还有哎，这在哪里？这一大块，真的，哎呀，对对，这一根给你，你把它捞出来，我当我看不到，放心。来，妈妈这边，你要拿近一点，拿短一点比较好捞，对，来来来，妈妈来，捞出来就好了。来来，好，还有吗？不知道，没关系。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来，擦一擦，看看。擦一擦，没有了， okay. 还有吗 ？OK 了哈，还有吗？好了，好了。谢谢。哎呀，感谢感谢，啊，今天很棒哦，吃了那么多东西哦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他的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那天他们。好了，好，再丢进去。好了，好了，这个停了。